有三个颜色，黑色、白色跟灰色。好，不要问我透不透，非常的透，就是这样。这件衣服就是要透出来。好，所以呢，不能接受的人就不要下单。那纹路上有没有看到明显的？它是螺纹雪花条纹。侧面呢，帮你做一个前短后长的开叉，前面看得到我们长长的腿，后面呢把肉肉的屁股、害羞的屁股稍微遮住了。所以呢，它的前短后长侧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哦。好，再来呢，这件衣服如果你想绑的话，可能会要绑高一点，因为它前面比较短，所以呢建议各位稍微用围扎其实就可以了。白色跟灰色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哦，白色可以透过镜头看到它是完全纯白亮白洁白的，然后呢透肤程度是很够的。好，所以呢白色一样很满满看得到漂亮的花纹哦。这件呢妞儿给它第一名冠军。好，所以呢喜欢的粉丝千万不要错过它，弹性度、透光度啊，整体造型度都非常的亮眼，简单就好看。而且呢白色你看哦，指甲的颜色或是包包啊或是配件都非常非常的容易搭配。黑色其实里面你想换成是黑色小可爱、白色小可爱、绿色、蓝色通通都好，没有任何的限制，弹性度一样就是这么大， SML、XL、小玉妈咪都可以穿。再来呢前短后长的弧形刚刚介绍过，非常的喜欢它呢，是做一个圆 U 领，那你要小性感小斜肩也都完全可以做到，它非常非常的容易驾驭哦。黑色妞儿还蛮大推的哦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性感若隐若现的小性感，而且又非常的显瘦，非常的轻薄透凉。好，这件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哦。